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进行主线了。古兄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有什么不知道？你不想洗刷冤屈了？今天之事一定要调查清楚。金吉兄说的是，只是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什么？哎，你可急死我了！我自知身陷木讷，跟凭我一人，一辈子都调查不清楚今天的事。慌个啥？不是还有我们吗？我们都会帮你的。多谢二位，只是又只是什么？因我之故，山上大乱一场，如今要我一走了之，我实在是……你还真是个老实人。他又不是在夸你。好了，师弟，既然古兄不放心，你便陪他回去看看吧。我和阿杰去找一条安全下山的后路。好，师兄，我们就依计划行事。古兄，我们走。啊，好。然后回山上吗？昨天仙女和墨风长斗良久，内力不支，气喘吁吁。便在此时，一道黑影忽然出现在竹轮镜背后。风初雪正好坐山倒上你脚下，你下意识扶起他。风姑娘，是你？又是你这小子，方才放你一马，你竟敢还敢回来，并且勾结这女刺客，想要心刺于我，饶你不得！族长们，你误会了。朱文清真的是一个老糊涂哎！哎，哦，我战力高这么多了，我、哦、看我打爆你啊！刀剑十杀！啊，没打到。啊，我们这边就不快转了。我应该可以很快解决他们。没意外的话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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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毒不丈夫。吃我一剑！狮王走马，请君入瓮。噔噔噔噔，天下武学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是呀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这朱文清是个老糊涂，不问青黄皂白就出手，我就快溜吧，看我天女散花。我们快走，你还能使用轻功吗？可以，走。支线，啊，先进主线。为何要救我？看到你危险，我就情不自禁出手了，没想那么多。幼稚，真是个倔女孩。好，我们武当派的那个支线，我们先写一下。行得端，坐得正，说一不二。马屁精。
刀剑石杀。这边应该不用快转啊，一下解决了。德加斯马方玉华马王眼到底有几只眼啊？哀其不幸的下一句永远是怒其不争。如果有朋友像果实这样，我真的会超级不爽。你就是讲不听啊！被欺负还自觉被欺负的，不是是为他好。好，好，我们直接先进主线。受伤的不是我，是他。细花，没什么，我认错人了。是谁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老朋友了。小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你们，你们来干嘛？还嫌被我打不够惨吗？当然是来杀花的啊！他们得明明的擅自出手，还被人看到了脸。杀死花这废物和他爹一样，就是不是个合格的杀手。你娘亲就是毒杀死的呢？看来你是准备好受死。废物就是废，乖乖把脖子伸出来，老子趁一个和你娘一样的死法。你不要欺人太甚。这要做变成欺人太甚吗？刀剑石杀。这边跟这边剧情其实跟那个单机版一模一样。少打一个啊，这边怪转好了。好，打完小子你等着，走好不上。风姑娘你感觉如何？娘亲是我害死的，当初那不是我求着要娘亲送我生日礼物。天意难违，那谁又是天？天意城的城主，他若是天，为何不一个人劈死我？如果真的信这一套，那你就把我当成天吧。把你当成天？我救你那么多次，证明我不想你死，所以你便死不了。我难道不是天吗？你是我的天？
龙贝只是……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懂的，你就安心把它交给我吧。七日之后，风姑娘真是好敏锐的感觉。是你，你和你母亲宫细花真的长得一模一样。天王的下落，不知。网上说我像是算师门亲戚，你何必拒我千里之外？问你确信你天王就被关在天一城，是吗？那你去救不救完了？找我做什么？想请姑娘助我们一臂之力。不帮，免谈。天王事关重大，那就只好得罪了。住手！我的天，你来了！哦，好像有点强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丹武落影，绝代风华。哦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是那个。好，雪儿，你没有事吧？不愧是我的天！哦，干，好恶哦！主角都无眼了，没看到吗？如此丑陋的剑法之下。轻松一般残存，哦，这么快要进天一城了、哦、天一城不在洛阳吗？怎么在一个角落？诶，还是这不是本部啊？天一城不在洛阳吗？那、啊、怎么线上游戏变成这里？等等，现在我已经是在看一下 ，OK， 十二城天一城就了，哦，现在是第十二章的对。哦，这章剧情很长哦。哎，奥主在这。咦，姑娘，香姑娘，别闹无恙。哼，你故意看不见我吗？啊，还有几辆罗兄，才分开不久，你似乎变更漂亮一些。地面只有一个路口，所谓极眼，易守难攻。地下暗河。美男计？咦，为何大家都看在下？虽然我也可以，但你就忍心看我这美丽的容颜被玷污吗？如此便有劳公子了。有风姑娘假扮成普通杀手将你押入天一城中，以那样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。到时候，或者是雪和假扮，这也太危险了。嗯，这男主是不知浪统领有何事？你抓的人是谁？此人在城外鬼喊，被我们抓住，正想押入城中严刑拷问。哟，这不是小哥哥吗？你是怎么抓住他的？属下蒙毒统领不弃，赏赐一颗悲书新封，这才。小哥哥，你有失手的时候啊？那时候由我亲自严刑拷打，不过在这之前，人家想试试你的能耐呢。不好，被看穿了，快跟上他。你说什么？
我觉得浪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也是。啊，算了，被误会了，算了。刀剑石杀，计划失败。好，这边快转好了。原来是你花，你竟然还敢回天一城？以后不敢，我已经找到真正的天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。那根可以废唇舌，你就等着受死吧。莫名其妙的计划失败。又被识破了。剑石杀，好、啊，快走！好、啊，打赢。手下半将，上家之小，还敢口出狂言？你们今天绝对无法活着离开天一城，走着瞧。可恶，已经惊动天一城的人马，我已经之计只能硬闯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挡住杀手。公子，你和阴影前去救天王，可是我怎么抛下你们？放心，有我在，区区几个天一城杀手，何足挂齿？风姑娘，替你前面带路吧。哎，你们请。我可以这么正常跟他沟通讲话。这边还有支线，我勒的！我恩师埋骨之地剑走，又靠近天鹰城。义父，应该江天雄了。正是本尊，放下武器，交出天王，饶你们不死。休想，我宁可死，也不会把义父交给你。那本尊今天便送你们上黄泉路。可恶！红影闪过。哇，东方不败，本尊面前你也敢称尊，真笑话！区区一个臭男人，如何是教主的对手？话虽如此，但是教主如此得罪天一城，怎么会对神教发展不利？无妨，只要有好处，天一城还会像狗一般凑上来的。你把自己比作那臭臭的东西，未免也不太好吧？放肆！你竟敢如此侮辱教主，莫非你是为了义父而来？不愧是本座看中的人，这份自律果然出众。只要交出天王，本座可以放你一马。方才被你打发走的家伙，不是也说过一样的话呢？结果呢？给我拿下他们！莫愁，是我啊，莫愁，我是你的情郎啊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
哇，你也会左右开弓？哇，傻眼。还有吗？跪在地上做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滚一边去！好，你若是个女人，本座定会将你收入神教之中。在下恐无福消受，你不教也得教。你说什么？哇，天王，我真是没用。那你其实是想救的吧？哼！莫名其妙啊！罢了罢了，我也回逍遥谷去吧。风吹雪吃醋了。天一城中就有天王，武当和天上大战，杀手风吹雪行至失败，在少年帮助下艰难逃出性命，逃得性命。救命之恩日夜照顾，风吹雪芳心暗许少年英雄。不惜背叛主子，救了天王，只是东方教主插手救援，天童圣女为父舍身，天王获救，江湖格局将面临一场大变啊！大变啊！啊，56集，我好厉害，好像是的啊。好啦，那主线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喜欢频道或者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收看，拜拜。